你好，欢迎回到我的频道。今天我们来拍抖音。很多人在我身边，很多人都没有玩抖音，我也没有玩抖音，我们都没有玩抖音。我在讲什么？啊！走走，走你！哇哦！我讲了五分钟，我们要拍抖音，可是还没有 download 那个 app。今天我就打算看一下抖音上面有什么很 hot 很好看的抖音，我就拍。跟大家分享一下，现在又是晚上的11点。我刚刚喉咙刚刚好完，然后医生叫我多一点休息，不要喊，不要吃水，吃青菜。可是你觉得我在乎吗？OK， 那 app 还没有 download 完。耶，download 好了。看了抖音我才发现，原来很多东西都要是两个人一起玩才会很好玩，才会很兴奋。我没有朋友，所以我是不可能拍到很好看的抖音，因为没有人陪我玩。还有抖音要换很多衣服，我没有这样多衣服，因为我穷。我不能再一直看抖音啊，你懂吗？我要开始做，我要开始做。我要来拍这个，我要来拍这个。这个我最后才拍，因为要洗脸了，我还没有刷牙。晚上10点还没有刷牙，11点半。所以等下我要去洗脸，我就要拍这个。我也很快回来了，我先去找歌。Oh my god！ 我完全在抖音那边找不到歌，我不知道为什么。我找半个小时，现在已经12点了，晚上12点我明天还要读书。Like， 我找到歌，可是那歌是很像。Anyways， 我在找。OK， 我要跳这个。OK， 我要 share。Watch out. 你们知道讲学习十五吗？首先你要有一部电话、两部电话，然后你要把那个 video 录下来，然后继续学。Cause girls like you run around, guys like
like me Chanel。经过了半个小时，我终于要开始我早半个小时的歌。耶，我好开心啊！接单 ，OK， Let's start。OK， 我要 test 第二次啊，第二次。哦，可以调慢的。Oh my god， 我要调慢，我调0.1秒。诶，为什么没有反应？0.1是。快还是慢？慢啊！0.5是慢啊！为什么没有声音？哦，抖音好难啊！那个抖音真的是比拍影片难多了。哦，我还没有 add song。OK， 来呀！找到，可以。来，原来0.1是快的。啊！再拍过，讨厌这个 app， 这样两倍是快的呀、啊？为什么我零点一的时候还有很快？我成功！ OK， 我要再学一次。啊，随便啊！为什么我要做这个挑战？为什么我要拍抖音？这是我最后一次拍抖音哦，我不会再拍抖音了。OK， 我要成功。OK， 一很成功。我成功。OK， 一很成功。OK， Beautify 早讲吗？Beautify， 你看到我很美啊。多一次。Oh my god， 我觉得很成功啊，蛮成功的。可以啦，我不想再拍哦。一开始我只顾着看你，装作不经意，心就飘过去，还窃喜你没发现。手指是还好吗？他的手指这样做到了 ，Oh my god！ OK， 不可以，我不可以，我就是要开3倍慢了，这真的很难。你知道为什么我笑吗？因为我不知道为什么一个人会有在12点的时候，12点半，明天还要上学，然后在那边拍抖音。我不懂我自己在做什么。有人做教学。No， 我不想做这，我不想。
的手指，他的手指，他的手指是什么？不要再讲手指了。讲什么？为什么？这样子。抖音可以让我这样转，因为我以为抖音很简单，我不知道有这样难的。Anyways， 那个什么神皮，这个。我要死掉了，我的手真的 sorry， 我做不到。就在刚刚，我终于找到一个我可以拍的。现在是晚上的凌晨1:03，我在拍抖音，明天要读书。OK， 这是我最后一个抖音啊！我的意思，最后一个抖音是我这辈子最后一个抖音，我再也不会拍抖音。请珍惜，有点兴奋，因为是最后一个抖音。我以后都不会拍抖音啊。Good night.